西，他们最爱女生这样穿。我看到很多杂志的女生就是都这样子穿，因为他们已经修饰过自己的身材之后，然后找到适合的 size 穿这样的衣服。拜托，这真的很难管教，帮帮忙，是不是？男生喜欢这种很有个性的衣服。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女人我最大》。